多人，我老师被挤掉了，如果进了就给火箭背包，你自己抢，看你能不能抢啊啊啊！这样子是不是就没有设密码，大概应该能进来。然后啊，拿东西去抢哦。有还有什么？哦，有个火箭背包，还有我要个这个，啊，借你给我一包好了。啊，要不然这个也拿一个好啦，其他的给你们吧，我走了，先跑了，要不然待会儿连站的地都没有。你干嘛？你好过，让我过呗。你这小坏蛋！算了，我自杀去了。居然不让我过啊！你居然不让我过，居然不让我过！好了，他人跑了。换把剑再睡觉吧。嗯？我怎么回事？刚才为啥老睡不了觉？二段跳不会的绕道而行，哈，开玩笑，你那个，我可是有学过的，我可是有学过的，给我条路，别把我挤下去了。呵，开玩笑，我就这样上来了，咋嘞？咋嘞？这是。你这身皮肤很漂亮吗？话说，别关了！哎呀，别关了！我过了，你再关，别关了！呵呵，这是个极度需要配合的关卡。就是那边在过的时候，其他人千万不可以把这个关了，你要等他过完。你看像我在后面我都好，我就不关你们的。啊，我掉到下一个关卡算了，我还是自杀去吧。哎，我们也可以回城卷轴啊。没有手速快，手机吗？啊，杨泽璇，小可奈怎么了？哇哦！能不能让我过完？你们在那个？对啊，先让我过完嘛，我跟在他后面走，应该就没事。这样是怎么死的？走吧，过去。谁把那个关掉了？这一小关是极度需要配合的，然后就死掉了，然后结束了这一次的跑酷之旅。好吧，红队一个人都没有过，蓝队过了这么多人。